会用很真诚的对话，然后最高潮的地方是我看王师傅说，师傅，我在录影带里面我看到你一个采骨的，采骨是他制作骨的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嘛，我觉得很美。我看到你的，他采了几十年的骨哦，对我来讲是有感觉的。他采下去每一下，他有节奏的，就跟我们打鼓一样。我说我一定要把这个放在舞台上。我的鼓，我走出来过。我最想的是怎样子啊？好的声音，因为你鼓一定要打一段时间，它的美音才会呈现出来。鼓是皮做的，你打，它一定会松。可是你松的情形是怎么样？人是不是松？你可以用到100年，百年不变的声音是我们追求的。流传数千年的鼓，从古至今都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，从历史上、文化上、音乐上或者是艺术上，都能够发现其丰富多变的功能和用途。每一声鼓声的背后都蕴藏着制鼓工艺的奥妙和老师傅的用心。如今扎根传统的工艺技术也因应时代的变迁和用途有了崭新的发展，并增加其需求量，这有助于制鼓行业能够有序经营，同时也让鼓得以不同凡响的深远浑厚，在人间生生不息。